有人。 椅子搬走了，谢谢。垃圾分类，重复作弊。刁啊，你都来这儿工作一年多了，喜欢这里的工作吗？有时候喜欢，有时候不喜欢。什么时候喜欢啊？下班的时候。那你什么时候不喜欢啊？加班的时候。那下班把碗刷了吧。哎。